工嘅拳種嚟。咁佢係講緊啲乜嘢咧？等佢玩完之後咧，我先至解俾大家聽。其實正話楊師傅講得好啱，你係咪楊師傅啊？係楊生。楊生係嘛？啊，嗰位嗰兩位詠春高手啦、太極高手啦，甚至其他嘉賓，你哋要知道咧，拳種是什麼？亦都正話你正正所講，要通過功架。我依家講百味派接個拳嘅內容，你哋聽好唔好？